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盈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来分享，因为我通常都在街头表演，来分享五招我在街头常常用，你知道用来混饭吃就是要这样。这几招你要学起来，我跟你讲，五招让你在鼓手的生涯里面走遍天下所有曲风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跟着哥哥一起做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第一招。简单吧，对不对？会了吧？我打慢最慢动作给你们看。哦，试一次，一个节奏，一个过门。那我们现在来配上一个歌曲看看哦，来一首《白月光》哈。好，是不是让你适用在所有曲风？来，我们下一首来一个 Sugar 好了，也是，我们都从副歌开始，我们都是从副歌来，然后这样大家会比较明白。为什么称之为所有的曲风都可以用？来，我们下一首可能来一个抒情歌好了，比较悲伤一点的，你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试一下月亮代表我的心吼，来来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却想。好，那这接下来第二招，我们等一下都以一样的歌曲然后做示范，代表就是所有的都可以。来喽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哦。好，我们一样的歌曲，我们再来试试看喽。好，这是我分享给大家的第二个过门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第三个。第三个绝招就是我最常用的是，再一次哦，我们再看一次哦。然后最慢哦。哦，再慢一点。怎么样？来，我这边为各位示范一次节奏跟过门。好，我们示范一次歌曲吧。
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再来是教大家第四招，我在街头常使用的绝招。接下来我用慢的给大家看哦。我再慢一点给大家看。教会了吗？我们来配歌给你们看咯。接下来最后一个了，第五个也是我很常用的一个绝招，它就是有反应过来吗？有反应过来吗？哦，打慢一点给大家看哦。好，再打慢一点给大家。这样会了吗？前面两下是快。好，我们来配歌吧。以上呢就是我分给大家五种的过门送给大家，这是我在街头打鼓表演的时候最常使用的几个绝招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大家有学习到很多东西。那接下来呢会出很多一系列的企划影片，那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按下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。想看我用打鼓拍什么样的东西，或者想看我做什么样的影片，大家都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那谢谢大家，今天影片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五招呢，这几招只要学起来，我跟你讲，街头你可以混到100年。我在想，我这样讲出来，我自己会不会失业？